有啊。雾气太重。窗旁边，对对，对，那边哦，树叶长得太茂盛了。对啊，它跑过去你看不到了。看不到。我们要去看呢。林哥会靠近，他会靠近，对，他比较喜欢小朋友。哦，林哥会靠近。对，但是他刚刚看哥哥在警戒他，他也没马上冲过去。所以，对，所以他们也是很谨慎呐、啊。很谨慎。哦，第二个那棵树可能会之后牵一些可以给他们爬的东西，牵到这个城堡，因为我们城堡当初就是它好像不是要种树，以前啦，是因为我们区长就是中间改版的。因为他比较，因为在踏踏您看一下假发一个冰糕要看哦。而且老师说他又比较拍照啊，比较有对不对？谁冰糕？冰糕，给他们当礼物用了，我们自己。里面应该当有，当初都超多的。这个那个都蛮多的。你说通常都是我们跟他说。